抢夺刻盘之人及其手下在成都府有活动，万一刻盘落在那儿，若按五经总要来说，刻盘碎裂会照爆破气流方向散落，散落的位置其实该以石轮宫为中心。啊，当我没说。那个斋女说我们要去哪儿来着？啊，成都府，我们这就过去。哎，总算找到你们了，你们跑得倒快，可怜我一个人啊。怎么又是你？哎，我有事儿告诉你们，抓你们的那个什么玄冥教，他们可能在成都，我们不如先找地方歇着，再详谈。好，前往成都。我刚才没让他篝火，完蛋了。好，我们配置这样。哪里来的瓜娃子？啥子路不好走，偏往这里来？赶快来陪老子上路几手，快走快走。我们只是须得从这栈桥过去罢了，此番算共同御敌好了。于西这是觉得这烈士人怕欠我们情，他原来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善解人意啊。谁陪你上路了？我们是见着这古里古怪的生灵就来瞧瞧，瞧瞧就走了，可没打算帮你。那就摸在那里摆，那里有石之源，石块会源源不断地被造出来，趁他还没有造出更多的石块，你们还走得头，搞快点走哦。铁卫，我想想啊，要怎么走比较好啊？这样打不死。然后这样，哦，他会先攻，啊，还有爆炸，忘记了。OK。不是，这样我会受伤。可以。轻罗就是好用。好，必定闪避。OK， 很好。啊！真的又照出石怪了！干啥子金爪爪的哟？都说了石之源不好对付的嘛，要先突破封锁，进了那个东西的身，将它结果了，才有获胜的可能的嘛。哇，幽影之源，OK， 还行，赢了。
石之源居然能不断召石怪。哎，那种邪物也不晓得是啷个来的，听说还能吸取啥子鬼邪之气，将被石化了的活物吸入体内再吐出来。嗯，有话好好说成吗？别往恶心里说呀。阿良，其实他说的也无错。师尊曾说幽灵化石，石之源其实就是幽灵聚集诞生，此后一旦成于天地间便不得清除，这才说是天灾。天长日久乃至能生出煞来，凶险异常。呀，青罗做到了。九英回来了，九英发现了石之源的。小姑娘，我以为让你离开幽界是去找法阵的秘密的。嗯，主上，那些法阵是上古之物，九英未找到起源，但九英发现石之源需地脉灵气才能凝出。需地脉灵气吗？哼，有意思。三年法阵之变或许还真的和石这幽银化物有些关系啊。小姑娘，你研究的秘法这回派上用场了。嗯，主上，但秘法也需地脉灵气啊，九阴只能找有石之源的地方尝试炼制，一路寻到成都府。要找地脉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哎，这是岔路分口，这看地图不在我们主要路线上，最好还是别往这些区域走的好。哎，去看看呗，想来九州大陆的秘密不少，说不准还能给我们一些帮助呢。支线事件的奖励不菲。OK， 先回营地。啊，对了，还没正式介绍呢。我名为正，字无邪，诸位唤我无邪就好。没无邪，这字是你自己取的吧？这都被你猜到了，姑娘可真是神机妙算。谁要算啊？这字取的和专科邪祟似的，谁家给自己孩子取这个名字啊？哎，你叫这名字，你家该不会是正氏？我天玄门乃是挖掘坟墓的，斩妖除魔的。哦，还有，哎，那个谁，幻花剑派是个什么来头啊？没什么来头，硬要说什么，应该也是那个业障嘛，有些神秘。这人呢，原本没人听过名耳，也不在北蜀活动。那岂不是说这人要么很有来头，要么干脆就是掉进山洞里捡个秘籍出来就练就绝世神功呢？总不会真的是无名之辈吧？是这么回事，那掌门来历却有些神秘，据说和朝廷其实有些关系。和朝廷怎么说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就是听说罢了。阿良，找回科盘我们就回石轮宫去，不论尊者届时应该也回来了。哈，早期就回去？怎么，你不愿意吗？这个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花花世界多新鲜，谁都喜欢了，是不是卫子哥？没有的事。大雪山外就这么吸引人吗？这个一般般啊，反正这次回去我绝对不修十人一鬼了。于西，给我说说祭魂转世吧。怎么忽然想问这个？你先回答我，石文宫的尊者和石训宫是不是都祭魂转世？嗯，神训宫虽然有祭魂转世之法，却不一定和石文宫相同。不过张女确实是祭魂转世之人，那祭魂转世之人会有什么不同？
所谓机魂转世，简而言之，便是今世勾连前世。勾连前世，所以前世的记忆也会在吗？这才是机魂。书中如实载道，肉身可灭，魂在则不死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尉迟哥，尉迟哥，你不想回石人宫吗？哪有？你这小不点，别乱说。依依才没乱说，你以前都待在大雪山上，那岂不是很无趣吗？无趣倒也不至于，就是有个糟老头整天叫我修武剑。哎，这事情说来就话长了。就是修那个什么传说中的石轮仪轨。是啊，坏了百来年的东西的，就指着我翻翻书修好，怎么可能？现在想起来，就觉得他，哎，但我觉得他是故意的，他就是不想让我离开。啊？为什么？这也太奇怪了吧？难道有什么特殊的原因？这我也不知道，似乎是个没头没尾的视线，预见我这会儿还得继续干苦力找东西。视线呐、啊？难道那会儿他就知道，得留着你来找科盘？我们先抽这个免费的。啾啾啾啾啾啾！鄙人不才，空同朱浩，请多关照。走开！你走开！滚！抽到我最不想抽了。好了，勉强看一下，看看冰灯是什么？催命符，好烂哦！我之前在幽城的时候玩幽城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第一次挑战周崇跟朱浩，我们打了很久啊。我当时就跟大家讲说，如果有周崇跟朱浩，绝对不要抽到他们。我们这些人一语成谶。什么同舟共济，朱某最听不得这些。弱肉强食才是王道。哎，诸位，将我唤醒了吗？这笑声怎么烂的？哎，这字怎么念？依依，这是通孔掌门。哦，这位姑娘竟然认识我，难得难得。不过什么空同不空同的，不过是虚名罢了。呵呵，前面似乎有人被金冠袭击了，我们快过去救人。得救了，幸亏你们来了，否则我怕是……你的伤势严重，还是现在此处疗息，其他的交给我们吧。这里精怪众多，主动出击怕是难以取胜。不过此处地形狭窄，以守为攻，方为上策。玉师兄、雨姑娘，此处的桥口就交给我来守吧。有几率令目标中毒，攻击中毒状态下的目标会造成晕眩。OK。这些幻花剑派的人怎么会在这？难道是追杀我们的？怕是得试探一二。今天可真险，多亏了各位相救。原来是幻花剑派门下高徒啊！早知如此，哎，爷爷我何苦来哉？非凑过来。你阴无邪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往日你来我师门，我们可都是好吃好喝的招待你。怎么？哼，你倒问起我来了，你们门派啊？闭嘴啦！脑壳不好使啊，这人，这门人明显不知我们和他师门纠葛，你这好端端还提醒人家，等人追杀呢，真是。喂，小昭姑娘，这几个人的身手也有可没。各位，
不用理他，他今天吃蓝色的蘑菇像是产生了幻觉。少侠，我们为何往这个方向去？我记得晚花庆派不在此处啊。女侠有所不知，这后头据说发现了异宝，不知是何物，我们这次去查探的。哦，这样啊，我们上有药师在身，就不多叨扰了。啊，那就后会有期了。女侠，我叫……走了走了，这位兄弟，我们再会再会。拿到了、啊，宝藏。有了有了，有十字印，哇、哦，这个很值得拿哎。OK， 好，拿到了，我们可以抽卡了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第二次抽卡，来咯，各位来咯，会不会中周虫珠号呢？我们照着他画，这样。啊，没有中，没有 SSR。这是西维亚，亚布斯，走开啦！哦，就是青罗，青罗身为一个阿卡角色，可是却异常的好用。杨云佐大哥，神武怪杨云佐奉命前来。好啦，杨云佐也可以啦，我蛮喜欢杨云佐的。走开啊！啊，这是一样的，啊，一样的，哦，一样的。哎，只抽到一个新的角色。保底十抽是 SR， 嘿，好，就这样，好，就这样。我们看一下杨云佐的这个。前辈，为何盯着我不说话？我只是在揣摩娘娘的心意。娘娘？哪位娘娘？这世间除了她，还有谁能让我称之为娘娘？好，我们前往成都吧。第二幕，初窥玄冥寺。你们问啥子哟？听不清。你说的是啥子教？选啥子教？有个老军官，不求姻缘，女娲娘娘庙倒有个，那个可以。啊，我问的是玄冥教。啊，那个店家，没事了，我不问你了。你别吼了。嘿嘿，娃儿不用谢，不用谢。你且听我跟你摆呀。哎呀。这玄冥教在这儿活动，大宋官府都不管的吗？半点行动没有，连想顺藤摸瓜都找不着藤。哼，官府他们就是想管，那也得先摸得着人呢。况且有句话叫山高皇帝远，此处距临安千山万水，真是无人管。不，这边，你们快跟依依来呀，依依找到玄冥教的踪迹啦。看来还是小不点能干啊。哎哎，你们等等我，这丫头是故意来拆台的吧？到底和我有什么仇什么怨呢？一路上什么事都非抢先我一步，找个玄冥教也还比我快一步。我都不知道成都府外居然有这等灵气充盈地方，玄冥教到底什么来路，竟然能找到这等宝地。咦，小不点儿，你不是说玄冥教在这儿吗？人呢？怎么不见人呢？闭嘴！啊，玄冥教的人来了，我们这就去那边。蚕丛于伏开国之处，古蜀国遗迹所在，名不虚传，果然灵气浓郁。没错，可算没白费功夫。
一寸寸的探过来，就选此处了。没错。三队开始。遵命。成功了。没错。石之源，说好了这东西是天灾，是自然凝聚起来的呢。玄冥教的人竟然能用术法造出石之源。走，得去结果了这妖邪之物，否则成都府怕是危险。成都府内人口稠密，你们在此行妖邪之术，心思着实歹毒。哈，看来又要杀人了。没错，他们人手众多，又有这石之源相助，此战怕是凶险。我们有我在，你只管放心好了。好像是阴。没错，阿良，他们炼制出石之源想必有别的用处，那两个发号施令的人想必会拼死保护着妖物。知道了，你就是总得太小心。不管如何，我们还是得按此前的战术来，先结果这石之源。等等，先不急，我们先观察一番。红色的区域就是危险区域，进入这片区域就有可能遭到敌人攻击。行动了，行动了，我们配合作战，肯定万无一失，绝对得胜。你还真的打不死。对啊，他不超自爆哦，都忘记了。石怪会自爆。好，走着。我吃。然后在这里。这个给他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杨云佐走过去，走过去拿。哦，十字印，太棒了。啊，没有打死。可惜，好，攻击。那五方飞剑长这样啊。解决了，这下不管你们打算用石之源做什么坏事，都做不成喽。果然，方才听见声音就觉得熟悉，果然是你，詹云正。我叫玄佐。玄佐，哈哈，那你为何转过头去？
看着我说，詹云征。陇南之地战事将起，白马将毙，金兵入关。什么意思？告辞。等等。跑得可真快。陇南之地战事将起，白马将毙，金兵入关，这打的是什么哑谜呀？方才那人看来是殷公子的故人。确是故人，四相门詹云征，我正是在追查他的下落的时候发现的玄冥教。这样啊，想来世事无常，分明是故人，方才却宾歌相向。是啊，当年我们还曾……哎，不提了不提了。若他真的是入了玄冥教，我倒也就……但他为何要和我说刚才那句话？哎呀，你们倒是别打哑谜啊，什么白马将毙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暗示啊？那小昭，你想知道吗？咩呀！哈哈，小昭姑娘，看样子我们得就此别过了，我得去趟陇南大撒关。殷公子倒也不急作别，玄冥教既然有着意图，说不得我们三人也得去陇南走一趟。古怪啊，玄冥教要刻盘就要刻盘，怎么没事又打起送地关隘的主意来了？莫非刻盘掉陇南了？知道地脉节点应当就在附近了。没错，但主上为什么要我们替祭手炼制石之源呢？咦，这从酒馆出来的两个人是祭手九阴的手下，看来最近九阴来冥界尝试炼制石之源的传闻是真的了。白首，小的在，圣女大人有何吩咐？白首，幽先生是不是已经发现了抽取地脉灵气的上古法阵上若凝聚起石，就能勾连起幽界与双石降临之所，能让他也离开幽界？这主上如何想，小的也不知道，小的是从未听主上提起过这类的事情。从未听过罢了，现在我算知道为什么玄冥教中人会和那些朝廷中的人勾结了，看来幽先生对我还真是不放心呢。圣女的意思是？哼，你跟上刚才那两个人，若他们在找那些不知来历的上古法阵，意图在那些法阵上凝出石之源，那就格杀勿论。小的遵命。幽先生，你真的以为只要通过朝中秘心找到地脉，再顺势找到法阵，你就能离开幽界了吗？冥界到底有什么好，竟让你如此眷恋？依依，你方才在山道上又解些什么？没，雨姐姐说什么，依依也不知道。极深精华，哦。炼化什么？哦，装备哦。这应该是精灵真玉。没，我听说过，都是可以用来增强极深的。这是用来精化铁卫和侠客的极深，那就归依依啦。哇，依依的极深果然被强化了，接下来依依就能更好的保护你们啦。精化需要耗材跟铜钱，精化可以提升精化可以提升极深的基础属性与星级，精化星级上限的极深将提升它的品质，四件极深的品质全部提升至 RSRSSR10，可激活一条套装效果获得增益。OK， 反正就是一样要材料就对了，这些东西都要材料。好，所以刚才坠印 ，OK， 还有坠印这个东西，哦，东西感觉蛮多的。好 ，OK， 久等之后可以再继续升等，那没问题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哎，一直哥，快看，那个头上长角的发光了，
嘘，小声点，我看见他眼珠子在转。神龛，哦，我刚刚忘记把自动对话按掉了。愚蠢的少年啊，以为这样瞄着腰像个盗墓者一样靠近本大爷就不会被发现吗？本大爷才是你命运的主导者，千万注意这一点，你们往后会有很多地方见到我。那我来瞧瞧你们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啊哈，碎骨之初，你们竟然有这种铜钱哦，想必你们一定是康平师的好朋友咯。把这个给我，给我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就给你们一点甜头。怎么样，要不要做个交易？只要给我铜钱就能得到奖励，不是是吗，我的小朋友们？好，咕噜咕噜咕噜啊，还五分钟之后。居然真的是活的，还像个江湖骗子。没，爷爷倒觉得他长得挺憨厚的啊，万一真吐宝藏呢？也是，要么我们等会再来瞧瞧吧。吃铜钱，神龛需要铜钱，大把的铜钱。还惊喜，进贡的神龛会在一定时间后给惊喜哦，会有鱼啊，这是这个十字印。OK， 好，怎么像青蛙似的？阿良，不论尊者吩咐我教你明经心法，你得勤加领悟才是。诶，于西，我记得不是说这心法不外传的吗？怎么突然就教我了？不论尊者吩咐了，你管这么多？怎么好端端的就生气？真是，还是别惹他为妙。于西，玄冥教的人大打闪光的主意，不知是不是为了科盘，还是那个有什么其他的东西？不是科盘，因为科盘脱不了干系。从这去大闪关、金牛道道远，还是借重重庆府走米仓道最快？还好我们先发现的玄冥教这个捣鬼。否则成都府估计都给出事了。阿良这次指挥得当，明明是一一发现玄冥教的。小昭，你究竟怎么发现玄冥教的？啊哈，我也没和他见过面啊，怎么就这么早？英雄，女人心海底针啊。他女人，好吧好吧，这么大的年纪，总比殷公子定亲的那位连长。你怎么还记得那事啊？实在是殷公子的出场太过令人印象深刻了。哎，这事什么时候翻篇额啊？小昭姑娘，小昭姑娘，干嘛？有事说。那个，我们见过面吗？哼，看样子是见过，我怎么不记得？天玄门高徒记性好着，不记得是没见过，哪能错？天玄门高徒怎么和说蠢货似的？说真的，我们什么时候见过啊？说了没见过，你烦不烦？闭嘴！